下啊，因为食道要进到根会交界的地方呢，这边有个横膈膜，这个横膈膜呢就是把胸腔跟腹腔隔开来，啊，这个很重要的一层膜，所以这个叫横膈，这个叫横膈。那横膈本身这个肌肉也是蛮强的嘛，那这个食道要进到腹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裂口，有一个裂口，它有一个开口，让食道下来。那什么情况呢？会发生问题呢？就是这个裂口越来越大，那胃就会往上跑，啊，胃会往上跑，啊，这个前几天我从 Google 找出来，只能够这样子，但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哈，我们常常看到胃跑上去不是这么一点点，跑上去其实会很多，哦，那这个是我们这位老太太的情况，这是她的电脑断层，那这一部分是我把它用线把它标出来的，所以她的胃蛮大的，都是跑到胸腔。好，这个是从侧面看，心脏在这里，它的脊椎在这边，这是前面，这是后面，你看这个胃整个大部分的80-90%都跑到胸腔里面，那我们胸腔啊本来就是有个心脏还有胃部，那这么大的胃的伸缩性很大，它伸缩性大的时候，如果装上两个便当哈，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办法呼吸？就没有办法呼吸。啊，因为这个刘太太哈，她本身身体应该是很强壮的，因为我看她的身体状况哈，过去我为什么会就这样认为？因为我帮她开刀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的身材真的很好，平常应该都是很强壮的身体。那他们事后，他们有跟我提到小孩子有跟我提到，说他对在这家庭里面是很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人，然后就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组织啊。刘先生是他先生啊，是90岁，他是从事教育，他今天没有来。好像前几天上次说，说不定要起来哈，但是今天没有来。你看这个胃，这一部分的小部分的胃在这里，大部分的胃都跑到这边来。横膈膜是在这边，啊，这是肝脏，这是肾脏。你看压迫到心脏，难怪它会出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先说明一下，通常我们是怎么样治疗哈。胃跑上去以后，就想办法把胃拉下来，因为它必须要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啊，它是跑到不该跑的地方嘛。好，拉下来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裂口是很大的哈。本来是照道理，像我们一般没有症状的人啊，这边是刚恰恰好可以让食物可以吞下来，我们吃。饭啊等等，就刚好可以下就好。结果它越大，所以难怪，腹腔的器官呢，胃啊，甚至有的大肠，因为我有开过有大肠跑上去的哈，就是除了胃以外，还有大肠，还有那个大脑膜，我整个都跑上去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手术呢？就把这个胃拉回来。拉到原来的位置，就是把胃整个都拉回来，拉回来以后就给它修补。修补以后，怕复发，有时候会用个人工膜给它补一下。那当然，除了这样的手术以外，我本身都是认为说，因为大网膜很大，大网膜我把它拿下来，差不多一个大半个脸盆的体积。他把大网膜给把它去掉，因为大网膜本身的功能不多，大网膜把它拿掉，
有些是要做一个胃的折叠手术，预防它复发啊，所以这些都是手法，就是一些技巧，就让它不要让它复发啊。那很重要的，我们红的时候也不能够红得太小，如果红得太紧的话，那吃东西就吐不下来。所以做这个手术是外科医师哈，一定要这个了解，必须要做的不要再复发，做的又不让它造成吞咽困难，我这个是技巧哈。好，那我稍微报告一下哈，他现在87岁，九年前的话，他的电脑断层就有发现这个食道裂孔的横膈疝气，九年前就有，等一下我会放给大家看哈。他当时后面手术，他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，就是年底哈，年底的时候，因为他吃了便当，他吃了便当以后，就他本身现在他是住在美容的哈，美容的是，现在已经变成高雄市了哈，他住在里面，对某地方那个。高雄市某地方美容，他结果他就急诊的时候送到旗山的属立，就是那个布利医院，旗山的布利医院以前叫省立医院，后来改属立医院，现在改布利医院，因为随着时代都在改嘛，所以他是从美容就送到旗山，在那急救完以后呢，就送到高雄一个医学中心，高雄医学中心在那边用呼吸器所以他在那边依靠呼吸器，这是12月24号啊，1月8号就是过了半个月过了半个月就把它做气管切开，所以他就靠就做气管切开，同时靠呼吸器依然靠呼吸器。那当时候可能会慢慢要转到呼吸这个加护病房等等哈，所以他们的小孩子哈，他们小孩子有在场哈，他们也是请那个医学中心帮他的手术，他后来好像不晓得什么原因不知道，又请别的高雄的一些大医院帮他手术哈。这个等一下你可以私下问他哈。好，那后来就辗转就是来找我。那找我，他们第一个跟我讲的就是说他代表他爸爸哈，他的女儿说，我代表我爸爸90岁的爸爸，拜托胡医师能够帮我妈妈手术。我当时候在门诊是这样讲的哈，那我当然是会把资料看清楚，到底是过去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哈，要了解清楚，因为人没有来嘛，啊，我在门诊我必须要详细的把这个病例了解一下 ，OK， 那我就答应他，好，我们就找加护病房，为什么要找加护病房？因为他现在是在加护病房啊，靠呼吸器啊。我不能够把它转到一般病房，所以第一个我是先找什么时候有加护病房，我们这个我就赶快打电话，我们就包括我的助理就帮我打电话找加护病房，结果说客满，表示说台南市立医院还是蛮热门的都是经常客满啊，那好不容易我们就想办法拜托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第一优先你们听到没有？我是第一个优先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早点转过来第二天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以后，那天是礼拜六，转过来礼拜六，我说好，第二天我就要帮他开刀，就礼拜天我就帮他开刀所以他转到我们医院的时候，是2月9号是礼拜五了，下午的门诊他就把资料带过来。那2月10号，我们就找到加护病房的床位。那从高雄
就转到这边来啊。转来以后，礼拜天我们就送那个手术通知单，说礼拜天早上一早去帮他手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希望能够提早脱离呼吸器。好，这个是2009年，就是9年前啊，9年前快9年了哈。因为这个是6月9号，啊，现在是2018年的3月12号嘛，今天嘛哈，所以差在两三个月，就是足足9年哈。这是8、9年前，这个是胃，哦，这个是心脏。这个是右边的肝脏的一部分啊，因为这个层面啊，这个是主动脉，这个主动脉，所以很明显的当时候就胃跑上去，这个胃旁边呢还是有些有些东西哈，有什么东西呢？就大网膜啊，因为这个这边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腹腔里面的东西往上跑的哈，好。啊，当时候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它的主动脉是弯曲的，这样子弯得很厉害，胃都跑到上面来。这个是横膈膜的位置，横膈膜在这边，这边是肝脏，这是脾脏，所以横膈膜它的裂孔是在这边，所以胃跑到这边来嘛。这是9年前的哈。那我们看这一次的，这一次是12月24号送到这个布利。旗下医院的时候，急救完，然后做电脑断层，我们看到心脏被压得扁扁的，啊，这个整个都是胃，啊，主动脉一般来讲都是要靠左边，结果压到右边去了哈，所以这么大的胃跑到胸腔，你看一定没有办法呼吸，我们就是想一想到。人家帮你把这个脖子掐一下，看你怎么呼吸，看你怎么这个循环，啊，这个是压迫到心脏跟肺部，哦，都压得扁扁的，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是相当危急的了啊。好，啊，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个是同一天的，其实这边都是胃，还有大网膜。我这边比较颜色不一样的是，大网膜。其实这整个从这边画，都是胃的一部分，那心脏血管都被压迫哈。好，这个是侧面。好，那手术完以后，刚刚我们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一辈子都是靠呼吸器。因为靠呼吸器，不管是对他来讲，对家属来讲，都是不好的。希望能够早期脱离呼吸器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哈，能够活动等等。那第五天，我很积极的，从开完刀以后，我就每天观察，说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呼吸器啊，包括他的心跳。呼吸的状况、氧气的浓度等等，我就一直观察。那第五天就完全的脱离。那这五天哈，其实我们是断断续续的训练它啊。那第五天完全的就不用呼吸器啊。那最主要的是因为它痰蛮多的啦啊，因为已经它痰了前后多久了？我们算一算哈。从12月24号到我开刀的时候是以11号，这样子前后几天了，快2个月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发生问题到要开刀已经整整50几天了，哦，啊，50几天，你看靠呼吸器，我必须要想办法把呼吸器这个排除掉。所以比较会一点这个时间啊。好，那第24天才出院，因为我们看他这种年纪哈，那我最主要是说希望他能够起来走动啊。
但是我们想一个年纪大的人，特别是现在年龄层越高哈，白头发越来越多的人哈，我们就是知道，你只要扛上几天哈，那你要下床就非常的困难啊。那所以，大家看他现在，其实还蛮不错的啦。他会我把呼吸器拿掉以后，我跟他对谈，他跟我讲很多事情。他讲的就是非常高兴，他的先生虽然90岁，他是当过老师，当过老师啊，他的3、4个儿子，4个子女都很有成就哈，各个人都很有成就，是吧？啊 ，OK， 好，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跟我讲这些时候，我非常的高兴啊，表示说他。对他的过去的事情都记得啊，他这样恢复来讲是非常有帮忙的啊。那因为毕竟我们年龄层越来越高了啊，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有这样的帮忙啊，他能够这样的恢复，非常高兴。但是因为他年纪大，跟生命搏斗了，又扛上。快2个多月哈，所以体力全失了。我这样用这样形容，他体力几乎都是完全消失。所以要怎么样的恢复？在要出院之前哈，他是已经出院了啦。在出院之前，我都跟我的子女教导怎么样的让他恢复啊，回去要注意的事情，包括痰的问题，因为。他这个呼吸器用久的人，这个呼吸道，因为在气切我不敢跟他拔掉，因为他一直他一直希望我把气切拔掉，我说我为你的安全啊，必须要你有自己有力量起来走动啊，自己能够咳痰啊，吃东西不会呛到，这几个因素加起来综合起来。才不开，才跟你拔掉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么花这么大的心力帮他治疗，希望他能够安全啊，所以我一直跟他沟通啊。其实从这个加护病房呼吸器拿掉的时候，我每次去看他，我都希望他能够跟我对谈啊。还没拿掉之前啊，他无法对谈。他比手画脚，包括他子女都不了解他讲什么了啊！我更不了解，而且他又讲客家话啊，但是讲国语他听得懂啊。好，那这是我的期望哈啊，那我稍微这是我那天我帮他照的相啊，本来没有这个口罩是我把他戴上去的，我用我自己想办法把他戴上去的，他没有戴口罩了。OK， 啊，这个气切的地方我还不敢拔掉。刚才哈，你们如果有注意的话，你有看到我们的专科护理师跟我帮他换气切管啊，我们在几秒钟里面就把它完成这个动作啊，就在刚才就在那边哦。那其实我刚才在这个视频上的时候，一直看他喝饮料的状况，他喝了一半的时候。会呛到，所以我还是说暂时不要把气切拔掉啊，安全的，非常安全，但是可以想办法让他会沟通哈。好，那其实最近9年哈，我讲的时候来这边以后，因为我离开从成大退休以后来这里，那我还是继续的手术哈。那我手术过24个食道裂孔分割疝气的，那有的是也是蛮严重的，但是第一次发生要 CPCR 就是急救的哈，这是第一，他是刘太太是第一个，但是过去发生很严重的也是有，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情况哈。那年龄呢总。平均年龄是76.5岁，所以刚才讲，我们先看哪个白头发的哈。
好，啊，男性是六位，女性18位，所以1:3，1:3，原因是怎么样？因为女性哈，以前她有怀孕，有生小孩，所以这个压力，腹部的压力会比较大，啊，所以会经过时间的特别是多几个小孩子，他们这个压力是更大，所以这个肌肉就会比较松弛啊。所以男女是有差别的啊，显然有差别。当然，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都是年纪大啊，第一个条件是年纪大。好，那其中24个里面有6位哈，有其他的毛病，比如说胆结石，有胆结石，我一起帮他把这个手术做好，因为毕竟要开一次手术，到第二次手术就有它的危险，有它的困难度，所以有胆结石的，通常我都会一次帮他做横膈修补的时候一起手术，啊，那其中有一个是有肺癌，所以我就同一次就肺癌手术完，包括生来就开这个横膈疝气啊，等于说有一个病人是刚好发现肺癌，同时有这个食道裂孔横膈疝气，那有一个是大肠癌，那这个病人提前不知道有大肠癌，他开完以后发现肠阻塞了，那别人检查我们就发现是大肠癌，所以大肠癌再一次的帮他手术啊，这个是没有同一次手术，那其他都是同一次手术的，包括这个腹部疝气、鼠蹊疝气，因为鼠蹊疝气哈，对我来讲是小 case 了。刚才我要来记者会之前，我开会腹手术开完以后，又开另外一个病人的鼠蹊疝气，那我就计时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开一个鼠蹊疝气都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，他刚才那个为什么50分钟呢？因为又用这个人工皮啊，所以我刚才算下来，我在一个我花了多少时间？50分钟啊，通常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啊，那我的助理说，如果想多开一些刀，可以找一些疝气的病人来开哈，时间很快。OK， 我再看我的结论哈，就是食道裂孔横膈疝气需要早期的手术。啊，刚才我提到，就是说要医病的检查，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一起处理的疾病？如果有的话，就一次麻醉，两个问题一起解决哈，那很重要的避免它复发。啊，如果是这个红的时候不要太急，要恰到好处，但是要想办法不要让它复发，这是这个最高原则，就是不要让它复发。啊，红的时候不要红的，把它收的这个食道东西都下不来。那也是制造另外一个问题，所以这是我今天的报告哈。我想在座哈，就是应该会有很多问题哈。OK， 你的头发不够白，是少白。是不是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在9年前发生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手术，不应该拖到现在，是不是对他的病情会比较有帮助？其实今天的记者会是我主动跟我们的公关讲说，我们应该做记者会呼吁大家，如果发现这种毛病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放掉，早点治疗。我
我想这个是我今天做记者会的目的啊。啊，所以请大家帮忙，就是说，不管你用你的身体哈，好好写，说发现有这个疝气的食道裂孔，我就先去早点治疗，这个是目的了哈。院长，再请教一下，就是说，像你说老人，就是说老年人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疾病哦，那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体质？他比如说这样的人，他患者他什么样的体质容易比较容易得到这样的疾病？因为随着年龄哈，我们随着年龄，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组织、骨头啦等等，都会老化，老化就容易，特别是哪些人？刚才有特别提到，就是因为这个女性同胞她们要怀孕要生产，所以肚子这么大，你看压力一直在跟她要挤，而这个地方呢，同样的就会松弛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像胖的人哈，如果以前一直胖，等到瘦下的时候。所以这体质方面，一个是女性朋友，一个是这个肥胖，特别是那个大网膜很大，腹部的脂肪非常多，我们大网膜，因为我常常开食道癌把胃拉上来，所以把大网膜就必定要拿掉。拿掉有时候就半个两盆呢。这个刘太太的大网膜也是很多啊，很大。我有拿给你看过啊，这个很大，所以这个都是算影响的因素之一啦。阿哥，因为我们毛部是肠胃科的专家。这个我想好，这个。其实呢，很多的身体状况都不错啊。那有些医师好像会比较保守啊，就是说，他也不管这个病人的情况，啊，就他以前的情况怎么样，他只要他年纪大，就说很危险，就不给他开刀什么。那他刀术时随便他开一些风险你要考虑，但是你整个总的评估的时候你要看，你做这个手术对病人的好处不好的话，我要这个用词哈，这个就是说，你如果做个气管，他什么都不去动它。大概现在可能会，他到最后一定是走向感染，然后多种器官衰竭就会走上，那就死亡了。这个是如果你不给他做好的根本原因治，是可以做根本原因治疗的啊。我们经常在讲说安宁，然后还有说，但是这个不是说，这是可以改正的，可以改正的啊。就是所谓安宁，就是说你用了很多的这个现代医学设备，不能够改善。他在那段时间就是产品，就是所有的无效的医疗，是希望不要去做啊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有效的，就是说他这个无效化改善，他就会再恢复哦。那么他其实还是开开慢哦，他这个呼吸泡太久了，只要一呼吸在床上，这个很快的功能就会消耗掉了。所以我听到院长在聊说，那我们今天一定要给他庆生啊哦，要庆生就是还从这个给我庆生后，我就交代那个我们的公安部长给我拍一个蛋糕，他庆生这样子，大家一起来帮他庆生这样子，好，对他能够庆生这样子，就是希望能够他未来能够，他可能还有福建的路要走，还有福建的，但是希望就是说很多的疾病就是医师要有一些比较积极，对病人有积极的作为，当然你的。的技术绝对不能太一般，越弄越糟糕就不行。就是你会把它变得，这是我们医生的成就感。所以我听到我院长的那个讲座有这样可以，他说，刘女士庆生哈，非常值得庆祝。好，谢谢。我补充一下，因为有些病人可能不会一下子来找我们了，很
多都是在内科，在其他科啊。啊，所以那一天，我是刚好跟某副总裁坐在一起，我就跟他讲说，3月12号又做这个记者会，啊，他说他要来参加，而且说买蛋糕，我不晓得蛋糕要你要出钱吗？啊，那就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病人不见得会直接落到这个外科医师手上。我甚至把这个我写了一个短文啊，给我们的内科的亲属，内科的烂亲属啊，就是说希望他们平常注意这个事情。那外科我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亲属说，大家要留意有这样的病人的时候。希望早点。那今天呢，我是拜托大家能够呼吁说，只要有发现这个疾病的，用你们的笔啊，帮忙用你们的这个这个器材哈，能够帮忙协助。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甚至台湾超过50-60岁以上的，还有很多病人是在家里是他这个。胃已经跑上去一部分了，啊，谢谢，还有 ，OK。请教一下，食道内孔横膈疝气，这个可是整个合并起来的那个名称，或者说可以拆开食道内孔跟胸腔横膈疝气，可以拆开两个部分嘛？那它发生的原因，是